这火锅给你吃过瘾了吧？啊？嗯。真的挺好吃的，这火锅真地道。嗯。天天吃西餐。不能说人，你不能说那演员60，你不能说在这边角色60。你都已经在美国生活3个月了，你也应该能够适应这里的生活情况了呀。嗯？怎么了？妈妈，我想回家。说什么呢，琪琪？我听不懂老师说的英语，同学们也听不懂我的英语，我好难受。你说的这些妈妈都知道，但是妈妈相信这些很快就会过去的，都是一个过渡期，咱俩有点耐心好不好，琪琪？嗯，你跟妈妈说，你有什么委屈你跟妈妈讲。我一个好朋友的妈，好孤单呢。在学校里我一整天都不说话，就等着晚上你给我打电话。在中国我是好学生，可到了美国我是差等生。然后呢？同学们都把我当成傻子看。我想我姥姥，还有我的好朋友们。我想妈，我想回家。来，到妈妈这儿来。你的琪琪最乖了。哎呀，你说的这些啊，妈妈都理解。可是琪琪，你知不知道，妈妈也是花了好大的努力才能够申请到这个访学机会的。为什么呀？就是因为妈妈希望啊，给琪琪创造最好的学习环境。琪琪，琪琪看这儿，琪琪看这儿。哎，妈妈就是希望啊，给琪琪创造最好的学习环境，让琪琪到最好的学校去接受教育。为了琪琪，妈妈星期天都在实验室里给人家刷瓶子、喂小白鼠。妈妈也很不容易的。嗯，啊，妈，你刷瓶子还喂小白鼠？对呀，就因为妈妈的英语不好，妈妈能看得懂英语，但是妈妈说不好英语。其实实验室里有很多数据都是妈妈做的，但是就是因为妈妈的英语不好，所以那些数据的报告结果都给别人整机了，妈妈就只能去刷瓶子和喂小白鼠。所以你说把英语学好是不是很重要？妈，哎呀，妈妈相信啊，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们家的琪琪一定能够说一口流利的英语。妈妈跟琪琪一起努力，我也好好的学英语，琪琪也好好的学英语，好不好？嗯，好的。来，咱俩击个掌。耶，哎呀，琪琪乖。叮叮，校车来了。哎，琪琪，咱把衣服穿好，小书包背上，到了学校啊，你要听老师的话，知道吗？嗯，来，好好学习啊，亲妈妈一下。